了年少时代回味三个不同阶段的照片之外，好像有一个饮料，对你来说也是年少时代不可或缺的。对，介绍一下。这个饮料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，因为是多元种族的关系，有华人，有马来人，有印度人，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有一个很有名叫 ABC， 就是我台湾的刨冰。八宝冰，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饮料叫做 Michael Jackson。Michael Jackson， 那 Michael Jackson 呢？为什么叫 Michael Jackson？ 因为马来西亚很喜欢喝豆奶、豆浆，然后也很喜欢吃凉粉。凉粉就有点像仙草，对，仙草冻，然后切成就块状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有一次，刚好流行那种 mix，刚好是 Michael Jackson 也开始流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1980年的时候，对，然后 Michael Jackson 非常非常红，然后他们就研发了这样的一种喝法，就是豆浆加仙草进去，加仙草混合在一起。对，然后我们讲中文的话就是黑白嘛，黑白。广东话黑白，然后福建话就是欧贝。对，然后马来人跟念受西方教育的，他们就叫 Michael Jackson。Michael Jackson， 来，我们就是很简单，来制作一下，来，麻烦我们这个哈、阿冠师要上菜了哈。来，我就全到了，因为是多人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喝。今天大家谁唱完都乐意啦。哦，所以在家里可以自己轻松简单的制作，把这个仙草块买回来切成丁状、块状。接着，那比例呢？其实马来西亚的话是豆奶是蛮多的。豆奶蛮多。对。OK， 对，这个我就选下了。好。原始你们以前都不知道。一般马来西亚卖的豆浆是先不加糖，没有糖，对，先不加糖。我看它这个甜度，直接试喝 ，OK， 这个有甜，好，所以可能 OK， 所以的评估，哎呦，我们家会满出来啊，我怕那个再一瓶，再一瓶，还是要有豆浆，我们要挑战那个表面张力就对了吧？你自己以前那个 Michael Jackson 一次可以喝几杯最多？哇，好多哦！很多杯。对，每次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就会喝这个。哦，这样听起来就是好喝啊。对，超好喝。对，感觉就是50兰的那个仙草奶茶。为大家服务啊！来，加一下，为大家来。OK， 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饮料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Yes， 好赞哦！好，快速的倒上三杯。然后喝的时候要边喝边跳，越同伴步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一边滑步是不是？对，一边滑步。好，你自己做得到吗？我应该还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再次欢迎呢，品冠年少时代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呢，在稍后再度进场，欢迎我们的小小童子君，我们的帅气田径少年。还有我们这个可爱的芭蕾女生 Vivian， 来，你喝一杯，你喝一口。我倒。没关系，我们让他代表就好了。来，品冠小王，还有那个 Vivian， 还有对洋洋，一起哈，来，大家靠近一点，一二三，说干杯哦，干杯，敬。我的年少时代，品冠的最新专辑9月19号将来发行，中间看一下下。洋洋，你要吃巧克力了，来喝一下，来试喝一下。吃到好吃的东西，就想到那个如花在海边那边挖鼻孔，那我喝到这个掉下来。哥的，呜，快动起来！谢谢，哇，感谢，你要喝吗？不要哈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哈，快结束了，好来，强冠，来喝一强冠看看，你试喝看看，跟我们说好不好喝？对，喝一下嘛，对，喝一点，有，喝你吸，来吸吸口看看，用力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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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棒，谢谢洋洋，那大家都拍到照片哦。OK， 我们这个今天谢谢洋洋，谢谢小王，谢谢 Vivian， 最后呢，当然还是要
谢谢我们这个最帅气的大台